因为家里太小，过年请朋友吃饭分了三批，直接从小年夜吃到了年初一。第一顿上次已经发过了，卤味太好吃了，直接又去买了两包鸭脖子，这里就只放一下大合照了。零下20度的雪地深，现在每天基本上都有太阳，只要不下雪的话。哎呀，昨天的咖啡放在车里啊，现在变成冰咖啡了。이도세요어서가한다마수이고잠깐만나될거야되는데鱼，各种各样的鱼，他们都没吃过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本来想买一只烤鸡的，然后做手撕鸡，现在直接买了两个鱼，多了一个菜，也不用再自己做了。是不是妈妈是不是听歪了，等重新贴一下。哇，还不错哎！哇塞，这个更好。今天又来了一大筐啊！过年了，买点零食。换个推车，动不了。冰箱里的剩菜好多呀，我想起来吃饭我就随便拿一点，拿一点拼一份早中饭。我的早午饭，我发现我就算很晚睡也是这个时候起来，很早睡也是这个时候起来，所以我还是晚点睡吧。看看你我的加餐。